爸，宝贝，你回来啦，辛苦了哦。我没钱。什么呀？妈妈特意出来接你回家的，而且还给你买了你爱吃的草莓。嗯，这杨坚卖的草莓吧？不是，是妈妈买的。我特意去菜市场，一个一个一个的挑，又大又甜。我是不会再帮你还债了。欧了，你的债妈妈已经飞走了。妈妈向你发誓，以后再也不炒股票了。真的？你如果不相信，妈妈可以给你写保证书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妈妈就是希望。你不要再移民了，好不好？啊！哎，吃完了。你到底跟我妈说了什么？她跟你说什么了？她就特别奇怪，求我别走。还说债他自己还了，还正正经经的跟我说他以后再也不炒股了，还给我写了保证书。保证书？哦，看来这次有效果了。不是，你到底跟他胡扯了些什么呀？还有，什么移不移民的？你现在工作那么忙，你时间宝贵，你就甭操心这事儿了。行，我走了啊。哎，对了，妈要是以后再提什么三五不着调的，你就找我，我来应付。你路上小心啊。